我觉得我觉得好的，我觉得这里这个它的意义啊，就是可以用三条线来概括。它就是第一最直接的，它是一个美丽旅游线，第二呢，它是一个跨省的区域协作线，第三呢，它是一个环境的发展线。一个最明显的一个作用呢，就是它能够使得这一带的这个青山绿水能够转化为金山银山，就是原来的青山绿水跟金山是要一个转化通道，那么实际上是高铁就是一个转化通道。那么这种转化通道呢，一个比较明显，除了旅游那个直接以外，还有一个就是它随着这个交通的便利性啊，会带来更多的资本、技术、人员流向这个地方，从而使得这个地方的产业和企业有更好的发展，然后推动这一带的这个经济的一个振兴。